江苏大盐场我来了啊！第一场抽签啊，咬你！大边，12区19号。外圈外边南桥楼，南桥楼顺时针，外圈外边记好。这我怎么分得清东西南北啊？你这多少区？12号，12区，19号，12区，12区，在小区就12区。这里曾经是很多职业钓手的一个梦想，因为这里的比赛是全国钓鱼商业比赛当中奖金最高的地方啊。我以前也梦想在这里能拿下一个冠军，因为这里的一个冠军就可以实现当初想成为职业钓手的我。但是以前我连买一张到江苏的机票都困难，所以说一直没来打这个比赛。然后以前那个大圆塘现在已经没开了，去年这里刚挖了一个新的大圆塘。哎，大哥，为了弥补我内心那个小小的遗憾，去年我过来打了三场，4米5和5米4我打得不错，但是那个3米6每次都栽了啊。今天我又来了，我今天确定我不是来搞笑的啊，我今天要小忍啊，忍不住还是要笑。来准备一下，第一场我们抽到了4米5的对象鲤鱼啊，今天一共要打三场，4米5打一场，3米6打一场，5米4打一场，都是重量赛啊，然后基本上以这个华科鲤鱼为主。我们好像跟这个赛场有点格格不入的，大家都在安安静静的准备东西，我们这儿又闹又笑的，待会儿别被挨揍了啊。今天我们用什么饵料了？圆塘颗粒啊，主办方卖的，是不是我也不知道，是我就下去抓。来啊，我打比赛的老三样小药，竞技版091号，3D，097号，193号。点击啊，加水，然后泡上。别说了，我们今天的钓法就是一个战马船的一个钓法，这是一个战马船的。哇，下，那个味儿。比赛开始，还有15分钟。哎，这也赶得上哦。不要急啊，不慌不忙，干大办大事儿。这个鱼昨天我们掐了一下鱼啊，很慢很慢，所以说我们今天杆子不能用硬了，但是这个鱼特别有劲儿。软杆子打不住，3.5号杆，但是线又不能细了，线细了打不住这个鱼，加一点连上去。好，就这一头，90分钟，应该够了。第一场比赛开始，还有1分钟，鱼获胜。走你，开始了啊！第一场，第一杆一定要镇住，第一杆就要中鱼。哇，这个鱼太有劲了！哇，怎么这么有劲？稳住啊，一杆一杆弄。这有可能一场就钓几条鱼，不能急躁。现在我们用了1.5的大线，0.8的子线，9号极细鲤鱼，大桥了，安全了。哇，双哥吃进去了。走你。第二位，来耶！鱼不太小了。挑一下弄我们啊，第三位。
角之间，与琴弦留下长枪刺破云彩，放下一下哎呀，这个女生叫望着寒夜如牙，不是走马生死无法，慢慢打，没到点老我哎呀，就钓了几个小的。二十号做准备，七个鱼，七个鱼，你这可以了。9.65，9.65。